closer now till we cross the line. So name a game to play and the roll of dice. Oh baby, look what you started. The temperature's rising and here is this gonna happen. Been waiting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娜，大家情人节快乐啊！你们情人节有收到花呢？我收到花了，而且这个花还很狗血，就是阿明哥送的啊，紫色的花。但是为什么会这么重呢？因为它下面还带陶瓷，它竟然是带陶瓷花盆一起送的花。我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收到过带陶瓷的花，简直重要了，而且这是真花还不是假花。当然，它这个紫色嘛，还是很喜欢的，而且好了，还是心领了。不过就是还是还挺狗血的，我觉得。然后话就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。啊，因为等一下就要出去吃饭了，所以说我就很快的。我现在已经画好粉底液，粉底液涂好润唇膏了，所以直接就从眉毛和眼睛部分开始啦。然后用的还是这个Benefit 这款眉笔，我现在真的很喜欢用。其实今天我没想到小叔要画什么妆，因为我已经不太想画一些粉粉的妆了，想画一点闪一点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闪嘛。然后眉毛的话，我想画一个，先画个平眉吧。先画一个就是这种有点曲线有点歪一点的，然后再拿这样的一个小刷子把它晕开来，哇，最近然后在眼头部分拿手这样把眼头多余的粉涂一下。眼部分的话用的是 Kwon D 前段时间刚买的一个，里面全都是阴影的一个这个盘。打一下鼻侧影的地方，真的是这个颜色。我觉得这一盘其实挺适合，这盘颜色挺适合亚洲人的。它颜色也没有说那么深，然后也没有那么红。我觉得打鼻影啊，打阴影都是挺好看的。因为我觉得那个 Kwon D 那个打鼻影的话，就是没有那么明显，我感觉。看这个，哇，打很明显。鼻头打一下，因为鼻头感觉鼻子很小，真的不是很小，就感觉特别小。部分的话，因为我今天可能会戴假睫毛，所以说我先用一下这个 Tarte 的这款睫毛夹。这款睫毛夹我就觉得它好漂亮，但是我并不觉得它很好用。它跟我的眼型并不是，就是我觉得它不是特别好，它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睫毛夹很好看，但我真的没有觉得这个睫毛夹也很好用。反正它跟我的眼型不是很配，所以它很容易长粉。眼妆部分的话，我想今天画一个闪的。然后眼部打底的话，我先用 Tarte 的这一盘，用 Tarte 这一盘什么颜色呢？先用这个颜色吧，这个我想先用这个颜色吧，这个颜色。先画眼窝，先打个底。因为我大小眼很严重嘛，所以说等一下的话可能要用睫毛胶调整一下我的眼型。我每次调眼型就只调整一边的，因为我眼睛很奇怪，就你看一个三眼皮，一个是就是没有那么双，所以说。然后好了，我现在要双眼皮先用胶水粘一下。然后这个双眼皮胶水的话，因为我用太久了，所以它的字全都被我磨没了。我只记得这是在我上海，我回国的时候啊，在屈臣氏买的。然后是叫，我只知道前面的字叫 dollar 什么的 ，dolly 好像是，但是这样子，其实我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就是用双眼皮贴，就如果你要是双眼皮的话，我真的不太建议经常用双眼皮贴去贴双眼皮，因为我的眼睛之所以会变成就是一个眼睛就这么多，是因为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就很喜欢贴双眼皮贴。就觉得自己的双眼皮太窄了，其实我双眼皮不窄就正好的那种，但是如果就是戴假睫毛的话就看不见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哎，就想要一个双眼皮嘛，就是厚一点的双眼皮，所以说呢我就天天戴双眼皮，那时候戴很宽的那种双眼皮贴睡觉，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的双眼皮就是脂肪不是特别多的那种，所以说戴的时间长又很容易松弛，就导致说一只眼睛就你看这只眼睛就很松嘛，就变成多眼。中间这个粉色，这个颜色我真的是很喜欢，它特别这个紫色。先从靠眼尾处，然后往前晕染。
加深一下眼下，就稍微带过一点。然后再晕染一下，就只晕染一下眼尾。这个画法跟我出的那个就是情人节的那个视频的化妆视频很像，然后会发现说这边的眼影会比较多一点，这边会比较少一点，没关系的，你先画，画完之后这边是可以修改的，没有事情的，就这边是可以修改的，所以说没有关系的。然后再是因为我要涂亮闪粉嘛，就是亮闪，因为我要涂那种闪片，所以我先用那个 Benefit 这一款。说如果你们要问我好不好用的话，我并不建议说你们会去就特意去买它，因为就是觉得好看，好用不好用，因为它有点泛紫，所以如果不拍的话就有点，就是脸颊是有点泛粉的。我今天用的是这个闪片，这是我在 Insta 上面买的一个，就是不给大家做推荐，因为这个大家看到就也不是什么，就感觉烂烂的，因为他当时寄完之后粉都碎掉，这个就完全没用，我就碎掉。然后他说是给我重新寄，但是现在已经寄了一个多月了吧，快两个月，然后到现在都没有收到，所以说我先既然买了的话就还是要用嘛，然后就试试看吧，涂一点就是润的，因为这是我那个一个润唇膏，然后它断掉了，我就不怎么用了，就废置了，所以说我就现在可以把它，因为等下那个闪片要粘在眼皮上面，就让它更显色一点，就更容易粘在眼皮上面，所以说。这个闪粉它的颜色还是很好看，但是因为它是在微博上面的服务不说吧，反正这个货太差了，这真的是当时关的时候就都碎掉了。哦，还是蛮很闪的，颜色还是很饱和的。这个是一个，这个紫色就是真的，这个颜色我很喜欢。但是它这个外包装啊真的就是太差一点了，就给我寄了一个小卡片，然后过来的时候就全部都碎掉了，而且你知道它这个打开碎掉特别烦，弄得我手上桌子上全都是亮粉，洗都洗不掉。这就到时候回来的话，突然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回来卸妆的时候真的就是蛮，这就闪片最起码在自己脸上要遗留个两三天吧。一方我想用个紫色加湿，就是里面这个深紫色。你们如果到时候涂这种散粉，眼尾加深的话，不用扫，就不用扫，这样的话就是粉会往后面延，就是这种点的。然后眼线稍微带过来一点。哇，这闪粉我好喜欢，超级美。现在的话，下眼影的话，我用一下这个 ColourPop 的这一个。我觉得眼就是眼睛里面的话，想用这个Tatte这个眼影的遮影画一下眼睛里面，你看到吗？就是画在眼帘里面。然后再用这个 MAC 的这一个金粉点一下眼头。就直接点一下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就可以了，就是卧蚕的地方，然后用 Light Up 的，然后上色，就它的上色度又好，然后又不晕的那种。假睫毛我用的是这一款，就是前短后长的这样子一款，然后是黑粉的。然后加上这一盘高光。打眼头，当兵粉，偏金的这个，这盘高光见哇，我真的是最爱，因为它打的真的很亮。其实我想打开我矿特那一款，但是我怕那个的话打出来太非主流了，所以我就还是走一点保守路线。Kevon D 的这款，用的是 Kevon D 的这一款眼线液笔，主要是棕色的，它这个棕色其实还是挺黑的。你这边不是有点大吗？就是用这个白色这个粉修一下这个地方，把你觉得多余的都扫掉。
这个是娇兰新出的一个睫毛膏，这个睫毛膏我觉得是好用又便宜，因为你看它头是上三头嘛，就等于说你前面眼头就是很多部分都可以涂到，你看我下睫毛，它涂下就是一支，而且才20多块加币，睡前特别好用，就涂下睫毛，就下面就涂就可以。但因为我是前两天才买的嘛，用过一次，刷出来感觉特别好，就是很长，就刷出来感觉就很长。就颜色特别淡，这个颜色，这款蜜粉，这款蜜粉，我最爱。恐怖粉，我想想 ，Stella 的这款，这个有一点，我讲出这种颜色，是紫不紫，红不红的豆沙色，买东东试一下，哦，这好像是深红色，有点偏咖啡的感觉，因为它的颜色太浓，所以用刷子把它刷开。叠加一下这个，Chanel 这个豆沙，Chanel 的这个豆沙颜色。这样子一个妆就完成了，我要先去弄一下头发，换件衣服。Hello， 欢迎来了。然后我已经换好衣服了。我总觉得头上少了点什么，我想戴个小礼帽，可是我没有买过那样的发饰，所以说就给大家拆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帽子。正好今天给大家，就你看标签还没有拆。就是那个我给他戴了一个帽子，然后这个帽子我当时一看就好喜欢，我就高价，就台湾就是女人我就带了那个代购买的，哇，这帽子简直太美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然后这样的妆容就完成，希望你喜欢。